紧急情况，紧急情况，小石城出现不明机器人，现在城市警察已经出动，市民请不要外出，避开中央街区，注意避开中央街区。大块头，我是小石城警官唐大海，现在命令你站在原地不许动。唐警官，看起来他又发怒了。唐警官，他把车子吸走了，小心。绝不，绝不能让他过去。别挡我。那是什么？大丁，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了吗？放心吧，开飞机对于我来说简直太容易了。大丁，在这里交战会破坏小石城的。是啊。好吧，进入你的梦境，启动虚拟战场。什么？